今天我们要来学习阿拉伯语初次见面专题的第一句话。你好 ，Ahlan wa sahlan，Ahlan wa sahlan。哎，我叫迪丽热巴，怎么说呀？等一下啊。Ismi Dayla Yaraiban。Ismi Dayla， 等一下。Ismi Dayla Yaraiban。好的，我的中文名叫阿蒙，很高兴能在北京和大家见一面。مرحبا。啊，مرحبا。哦。你们请坐吧，请坐。谢谢。你们是在去任何的地方，肯定有学习一些交流的方面。嗯。对吗？嗯。我刚才听了迪丽吧，她说的 مرحبا。مرحبا。啊 ，مرحبا。我也很开心，因为他有这个阿拉伯语跟我交流。这个你们肯定会有到的，比如说有人找他说 “Salam alaikum”。Salam alaikum alim。Assalam alaikum。Assalam alaikum。Assalam。Assalam alaikum。Assalam alaikum。对。怎么回答？瓦阿拉贡阿斯拉。瓦阿拉贡阿斯拉。哇，好厉害呀！哇，好厉害呀！哦，可以可以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，靠你了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问候，问候，就是您好，就更尊重一点吧。萨拉什么？阿萨拉姆，萨拉孔，阿莱孔，阿莱孔，阿莱孔。阿萨莱姆，阿萨拉姆，阿萨拉姆，阿莱孔，有个 M 收。瓦阿拉阿古姆，阿萨拉姆，阿萨拉姆。嗯。今天学的那些沙特的知识。萨拉姆雷孔，是的。阿布，这是你好，是阿萨拉姆雷孔，回复是瓦拉孔阿萨拉姆。嗯，谢谢是修格拉，再见。马萨拉姆，听不懂。马夫阿里西和阿斯夫是抱歉 ，OK。